四组，现在没有三四组，还有一些时候经常会发生火灾，一些比较凶猛的同学可能进入到现场需要火灾办，我们这边是一个基础的物理性保证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大家把简单的遵循进入采访和出采访的这个顺序就不好了，那顺序最好和自由出采访有区别，那顺序最好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的来中是从我们的前面这个进口，你们是从这边就能出啊，由一号这个时间的入场费，那后面几个一分到一号后边，男生是从这边出，女生呢就从后面这边出，由我们二号。这个会往往后走啊，然后在顺序中是那个位置的序号往后走。那如果是自由出场，那你的胸、你的老三、你把坐骑都比较久，你坐一坐，对方坐完以后他还想坐，有的人坐不住，你就可以继续坐在我们后面上，其他人可以。但是每次按这个次序走，比如说二号他还想坐椅子上，那你就在原地不动。那我们的四号他就想走，就走，然后自由出场，就根据各自的需求出场。那我们在出场之前呢，首先呢会为了对我们其他的业务进行我们后板的业务，我们会先向我们的厂家问讯。问讯这个工作怎么做呢？由我们的厂家一通先生过来示范一下，金光先生在吗？示范一个问讯的方